这次的旅行非常符合慢的步调，然后再加上呢一阵的散雨打来，就多了一些的平直。我觉得旅行本来就应该有这些变化的因素在这个地方。在九二一地震之后，很多小镇都重新再生，慢慢的把自己过去的产业加上历史文化，你的土地风物这个东西就会慢慢酝酿出来。